Thank you.
Thank you.
jetzt doch da auch mehr. Das ist
来说
是这个的基础啊，他们不是自由恋爱，他们是相亲，是相亲，不是自由恋爱。我觉得自由恋爱很正常，这样子，我觉得相亲不正常。不是自由恋爱，相亲，相亲，人的对方的礼物更不能收。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不一样。我就是这么觉得。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他也不大呀，他才28，好像28，现在28、30结婚的人太多太多了，人家谈了这些。Thank you.
之类的。